饮料有问题，烤肠应该是好的，让我试试。这烤肠是用雷德王的尾巴做的，你们吃了怪兽肉是会中毒的。贝利亚，给我和大圣一人来一杯果汁。给，一人一杯。我的肚子好疼啊！我的肚子也好疼。贝利亚，你的饮料有问题。你小子别乱说，我的摊儿都摆了这么久了，没出过问题，怎么到你们这就有问题了？老爸，快来帮帮我呀！儿子，怎么回事？老爸，贝利亚的饮料有问题，我和赛罗喝了都开始肚子疼了。怎么回事，贝老黑？你还想不想在这里摆摊了？嘿呦，我的好哥哥，我保证这饮料真没问题。这样吧，我赔你们三根烤肠怎么样？这还差不多。饮料有问题，烤肠应该是好的，让我试试。这烤肠是用雷德王的尾巴做的，你们吃了怪兽肉是会中毒的。什么？今早起来我就发现尾巴少了半截，找了半天原来是贝利亚拿去做烤肠了，他用我的血掺水做了饮料。糟了，被发现了，各位就饶了我这次吧，我也是初犯呢。喂，是宇宙警备队吗？贝利亚在广场卖黑心烤肠，你们快来抓走他。贝利亚，你又在这里干坏事，跟我走。我再也不敢了。朋友们，路边摊虽好，可一定不能贪吃哦。